大家好，我们是 Seventy。好的，那么呢，下面让我来测试一下升官的主持水平吧。韩秀榜。잘한다. 세 번째. 세 번째 쉬워요. 네. 아, 어렵지 않아요, 생각보다.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我爱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哦，잘했어。这真的吵了吗？那个是跟明彪，但那个不是真正的吵架。我们平时的话会经常，就是因为关系很好嘛。对。那个不是真正的吵架。我们平时的话会经常，就是因为关系很好嘛。就是有稍微不合的地方，就是。前看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那个台湾小吃街特别想去一次。啊，小吃街夜市。台湾小吃街特别想去。夜市，对对对，什么炒面啊，还有那个珍珠奶茶都特别那个哦。夜市，对对对，什么炒面啊，还有那个珍珠奶茶都特别那个哦。感谢大家们的支持，我们获得了这么好的成绩，以后也会继续努力的，以后也会继续努力的。嗯，好的。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MC， 来自 Seventeen 的中国深圳的文俊辉。回归的歌曲《漂亮》是由万岁和珍惜连续的一部三部曲，第三部《漂亮》，所以呢，就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我们的《漂亮》，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歌曲。还有呢，我们这次《漂亮》呢，分了两个专辑，《萝卜和雷兔》，这是两个不同的风格，一个是呢各自男朋友的风格，一个是幻想中男朋友的风格。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多多了解我们的专辑哦。我是橘子旁边的李淼。我的话，有的时候会很大胆，那有的时候真的会很不好意思。再来一百个，真的点。文俊辉真帅。文俊辉，文俊辉멋져이런거약간은근히그때아니야그때아니야반은비슷해서그래文俊辉真帅。文俊辉真帅。文俊辉真帅。世界第一帅。呀，감사합니다。이다네。내가무슨약간이거。이다네。이다네。내가무슨약간이거。약간이거。아니지금文俊이짱짱세상에서키가짱이런느낌맞지약간그런거文俊이제일멋있다세상에서제일멋있다맞지이런느낌이야잔향하면서맞네맞지이런느낌이야잔향하면서맞네因为现在出道了，所以没有很多的时间去休息。以前的话，以前的话，只要休息就会和俊辉一起去，中国街吃中国菜，有的时候也会跟成员一起去吃。你好，我是像 superstar 一样的中国特报员超级无敌美少男文俊辉俊。中国特报员超级无敌美少男文俊辉俊。你好。都有，就是有在星光大道那边，就是有逛过街，电影啊这些都有看过。对。的场合向大家，发出自己的感谢啊，所以呢，这一次就在大家面前，借着德秀这个平台跟大家说一声谢谢，谢谢。台第一说的就，可能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不忘初心，然后就更加的努力，然后把我们 Seventeen 更好的一面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然后呢，也希望祝大家能期待我们 Seventeen 更。完美的样子，谢谢。用中文来说一下2016年的新愿望和新目标吧。2016年，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可以得一位，好，会加油的。好的。2016年，我们最大的目标就是可以得一位，好，会加油的。好的。中国有好多妮娜都很喜欢你们，想听你们讲个中文。今年你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From bling bling， 有影是 get bling。doing shit gets lame doing shit gets lame doing shit gets lame 예예해석할까요第二두번째希望身体要一直健健康康
哎，别说蒙蒙啊，就对过呀。然后不要忘记了在山顶上跳万岁的约定。来，起床，快起床！起床干嘛？ 苹果树开果果了，可甜可甜了，你去不去啊？我睡着觉，不想起床的啦。不要不要，不去算了。哦，完蛋，明天了，是哦。我们这次的主打歌漂亮，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还有我们为了这次专辑，真的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不管是从音乐还是舞蹈，都是我们自己创作的。因为经常跟成员们在一起交流，而且成员们也会经常的来教我，然后帮我改正错误，所以进步的特别。一起交流，而且成员们也会经常的来教我，然后帮我改正错误，所以进步的特别。 Jun可不可以给大家秀一下广东话呢？大家好，我哋系 siento，好开心有呢一次嘅机会可以嚟到香港，也希望我啲香港的 Kello 可以多多支持我哋 siento，多多支持我，拜拜。